隨住高鐵香港段開通之後，香港人要到廣州南站就更加方便了。位於番禺區的廣州南站，搭地鐵到市中心需要49分鐘，較西九總站直搭廣州南站的高鐵車程更長。雖然該站已經啟用8年，平均每月人流逾600萬人次，但附近一帶未見有吃喝玩樂的配套，站外只有幾個正在施工的地盤。由於不少廣州的景點都距離廣州南站較遠，要數香港人最熟悉的景點，距離較近的就是長隆度假區。乘搭地鐵只需要4個站，約15分鐘的車程。同長隆在同一個地鐵站，距離長隆約20分鐘步行距離的澳元城市天地，區內有餐飲、酒店等設施，附近亦都有不少樓盤。記者問過該區的地產代理，他表示國務院辦公廳早前宣布9月1日起港澳居民可以申領內地居住證，就令更加多香港人有意在內地買樓。這邊過香港很近的呀，你們這邊房價相比香港的話便宜很多，反正最近很多香港人都過來內地買房了嘛，所以算是一個趨勢的。他又認為香港高鐵站的建成方便了內地人到訪香港，